开始。好的，我们是偏远部落交流会的飞鱼小分队。然后呢，大家可能就很好奇啊，我们是怎么样的志工团队呢？那我们就把我们交换权给我们的总召 Ada。Hello， 大家。想必看到飞鱼小队，就知道我们这次要前往的地方是兰屿。那我们这次要前往兰屿的偏远小学，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台湾本土，然后有一些比较专业知识的人才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前往那边，将我们各个领域不同的知识带给小朋友们跟他们的家长。那像我自己本身呢，我就可以教他们一些卫生教育的部分。那我们的菜菜，他就是教他们像团康或者是舞蹈的教育。那我们的吃吃呢，他是负责摄影的部分，还有摄影的教导。那我就我们这一次是为期十天的一个行程。那这个行程里面，我们也会有许多不同的文化交流的部分。那我们就交给对，然后我们希望除了我们三个这样以外的人才，还需要更多的不同人才，就像是外语能力啊，或者是像营养知识的部分，这一些希望大家都可以，甚至是相声，对，就可以加入我们带给小朋友快乐。那我们接下来主持棒就交给我们的吃吃来做内容的介绍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在那边我们的目的啊。那我们有讲，我们是交流会，交流会顾名思义，我们给他们这些知识教育，那他们也同样会给我们他们的文化。那我那边的文，他们的文化呢，我这边已经有先跟他们讨论过了。我们这些活动呢，就会是他们当地的那些小学的孩子们为我们准备的。那我们一定会先去体验一下，我们要看一下那些兰屿风光啊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会作为一个龙头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吃，我们要吃什么？飞鱼小分队，顾名思义，我们要吃飞鱼小鱼干。那边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的热心啊，要帮我们准备我们的飞鱼特餐的晚餐，让我们就吃得饱，胖个十公斤。然后我们也会体验他们当地的传统服饰，然后会用我教授给那些孩子们的摄影技巧，让我们都有美美照片可以带回家啦。那我们接下来讲那么多，最重要的想必就是大家在一个钱钱问题。那我们就把交办权交给我们的菜菜。Hello， 我是总务菜菜。我想必这大家真的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，金钱嘛。对。那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会包游览车，然后带大家下去。然后我们也跟那边当地的义工有合作啊，就是船票的部分也不用担心。但是呢，还是要付一点身上的钱啊，1000块，换那么多值得吧，各位。没笑容啊，有我们守护。而且我们是住宿的部分是体验 homestay， 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好，那男女孩子们的笑容就由我们来守护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